喂，好，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课程开始啊。好，今天我们讲什么内容呢？就是啊，讲这里啊，讲这里。这里呢，就是说呢，有些公司呢，有些又像互联网公司呢，他们也做过类似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京东数科的智能管家，还有阿里的。还有腾讯的啊，他们都做过类似的一些事情啊。然后呢，就是类似于什么呀，资源优化啊，集群治理类似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内部呢叫集群治理，就是说我们有数据治理，对吧？我们把数据质量管好啊，怎么让数据呢能够更好的加工啊，能够更好的服务于生产。那么呢，还有一个集群治理，就是。把集群啊从亚健康啊治理到健康的一个状态啊，同时呢优化我们的一些作业啊，这个呢叫做啊我们内部叫集群治理啊，这并不是说其他公司的叫这个，每个公司叫法不一样啊，就是当你的集群规模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件事情你是不得不做的啊，不得不做。那么什么事情呢啊？我们先来看这段话啊。就说呢，大数据公司的业务啊，高速发展过程中，那么数据业务的需求越来越复杂啊，这个呢是每个公司都遇到的，尤其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公司，它依赖于这种
啊，对这种数据要求比较高的公司，就是依赖于数据来支撑服务的啊，或者说做决策的啊，这些公司啊，就是它的数据业务的需求肯定是越来越复杂的。那么它的复杂啊，它的复杂呢，就代表着所需要的算力也会越来越大。算力，比如说你这个 CPU 内存还有啊已经不够用了啊，要扩容啊扩容。那么这时候呢，你扩容的时候呢，会集群的规模会越来越大，啊规模越来越大。那么承担的产品呢，也就越来越多啊，你上面跑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这个集群呢，面临的资源负载高啊，就是说呢，当你集群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然后承载的产品越来越多的时候。集群呢，你肯定会资源会过高啊。可能有些同学说呢，就是说你不是规模越来越大嘛，对吧？啊，其实是说呢，就是你的加工逻辑越来越复杂，产品越来越多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发现你扩容啊，你发现你扩容的话，也解决不了，也完全解决不了资源负载过高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说，但是我们就这样啊，我们就扩容了100台机器，发现呢，一时管用啊，一时管用。那突然，哎，对吧？过了一段时间又不管用了啊。比如说扩了50台机器，那存储呢，啊，就被打满了啊，存储就被打满。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你单纯的扩容啊，就说它可能短时间管用啊，但是长时间来看呢，就发现。啊，其实呢，你的存储资源负载还是过高啊。当然，你如果公司有钱呢，比如说你扩它个500台，对吧？那这个没关系啊，这个肯定就资源就够用了，对吧？但是呢，比如说在我们公司呢，就是集群有一定的规模了，然后公司呢是有成本的，成本预算的，就是今年不给你扩容了啊，就今年不给你扩容了，那你们要自己想办法啊。业务你们还需要继续支撑。业务产品继续支撑啊，数据量呢也可能会增加啊，然后呢，但是集群不给你们扩容了啊，你们呢想办法，这是这种高层啊传下来的。那么这时候作为技术部啊，作为技术的这个这个总监啊，作为技术部的总监或者 CTO 来说呢，他肯定是什么？对吧？高层已经这么做了决定了啊，那么我们这个技术的老大肯定是说，哎，你们要去做一些优化，啊，做一些优化，啊，这时候呢，如果说你优化不好的话，那么这时候可能就是丢的是这个 CTO 啊，技术老大的这种脸面，对吧？无法满足，我没有实现技术的啊，技术部门的这种降本增效的这种 KPI 啊，降本就是降低成本，增效呢就是。啊，增加我们的加工效率，或者说支撑产品这个效率啊，无法达到降本增效的这种 KPI 的时候，这时候整个技术部的这种 KPI 啊可能会有个问题。所以说呢 ，CTO 的这个指令之后呢，他会下发到什么总监呀、架构师啊，一直到整个技术部门都要啊做这样的优化的时候。然后呢，但是呢，我们的集群呢，它不仅仅是我们技术部在用，那么产品部也在用，我们技术部呢是负责这种底层的这种加工啊，然后产品部呢，基于我们底层的数据呢，可能它会进一步做加工，然后来支撑产品啊。有可能有些同学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产品线太多了啊，就是我们技术部的人手不可能全部满足每一个技术的数据的一个需求，我们只是做一个类似于中台的东西啊，类似于我们这个数据啊，我们这张表它要支持一个通用啊，通用的啊，它是一个通用的表，每个产品都可以用啊。基于这些产品呢，你可以基于这个表呢，产品呢，你可以再做一些适当的、少量的加工、个性化的加工啊，个性化的加工。那么，集群资源负载过高，那么资源抢占啊 ，RPC 请求负载过高等问题，然后存储系统
也面临着空文件过多啊，存储系统面临着空文件过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技术不在用，有十几个产品也在用，那么它会，你会发现在集群里面呢 HDF 上它承认很多空文件啊。这些空文件怎么来的？就是对加工的时候有时候参数设置的不合理啊，参数设置的不合理，它会产生一些空文件。比如说呢，你这个 reduce 啊，你给了1000个 reduce， 其实呢只有100个 reduce 在处理数据，那么其他的 reduce 呢它会产生空文件啊，空文件。那么还有就是垃圾文件过多啊，垃圾文件过多，垃圾文件过多呢，就是说呢，很多产品啊，很多产品他们加工了表之后呢，好像他们下线了啊，他们下线了，下线之后呢，存储没有清理，然后表也没有清理，那这时候呢，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文件呀、啊，很久都不访问了啊，一直占有着我的存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扩容那么台机器，扩容那么多台机器，反而依然不够用，是因为。你数据一直是在增加的啊，它没有，你没有删除它的垃圾数据，没有删除它的无用的一些数据。那么还有小文件过多啊，小文件过多就是我们线上跑的作业啊，线上跑的作业就小文件生成很多小文件。那么这些小文件是怎么来的呢？第一部分是说我们采集上来的数据啊，可能就很小。还有就是呢，在我们的加工处理过程中呢，也会产生很多小文件，很多小文件。就比如说在这里。然后在这里啊，在参数调优的时候啊，态务这一块，然后呢，我们这里有一个啊优化小文件的一些问题啊，就是我们的作业之中啊没有配置这样的参数啊，就是 map only 任务啊结束时要启用合并这种小文件。啊，在有 MapReduce 的任务结束时使用这种小文件，当输出文件的平均大小小于这个值的时候，会启动一个独立的 MapReduce 任务进行文件的一个合并。啊，就比如说，啊，你当你小文件小于一 G 的时候，等于一个 G 的时候，或者说小于几百兆的时候，啊，这个你自己去设定，它就会启动一个啊任务去合并这些小文件。啊，合并后的这个。合并后的文件大小啊，比如说一个 G 是吧？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参数。那么这是 MR 的参数，当然呢，我们还有这种 Spark 系的程序啊，它你输出的参数，那么这时候呢，你可以进行一个重分区啊，重分区也有一些参数可以调整。就是说呢，当你执行这些作业的时候，这个怎么老是这个？啊，当你执行这些作业的时候，如果说你没有调优啊，因为这个集群有很多人去用，很多人去用，如果你没有调优的话，你会发现它小文件会越来越多，啊，然后会越来越多。我们当时文件数达到了1.1几个亿，我不太记得了，反正一个亿以上了啊。然后呢，其中十兆以下的文件。啊，十兆以下的文件，大家听清楚啊，是十兆以下的文件占比达到了60%以上，60%多。那就是说，比如说你一个集群有上亿个文件啊，其中呢有6000万的文件都是小于十兆的文件，都是小于十兆的文件。那么这时候，是吧？是不是有问题啊？啊？那么平均文件过小，你小文件多了之后，平均文件。就肯定小了啊，放大一点啊，啊，你肯定就小了是吧？文件数持续增长啊，文件数还一直在持续的增长啊，
就是小文件过多，文件数据是持续的增长，因为就是说我有很多作业在不停的产生小文件，不停的产生小文件。然后呢，存储系统稳定性面临很大的隐患。为什么存储系统稳定性面临很大的隐患呢？当你小文件太多的时候，文件数呢一直持续增高的时候，那么你的 NameNode 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压力会越来越大。就是每100万个文件里面啊，就需要一个 G 啊，一个 G 的这种内存。那么这时候呢，当时呢，我们在 NameNode 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啊，有的时候会进行一个主层切换。那么主层切换呢，它会有几种，一个是说它发生 GC 了。啊，就是它的存储文件数太多了啊，会有一些 GC 的现状。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你在加工的过程中呢，这个文件数增长的特别快，啊，增长特别快，那么 NameNode 也会卡，那卡了之后呢，它也会发生一个切换，也会发生切换。所以这时候呢，你存储系统稳定性呢会面临这个挑战，啊，会面临挑战 NameNode 会有不稳定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么这时候呢？作业又面临执行耗时长、耗资源大、数据倾斜的问题。为什么要耗资源大呢？啊，这里说一下啊，为什么会耗资源大？啊，耗时长啊，耗时长这个问题呢，是这个是个什么问题呢？这个耗时长是根据你的业务来的啊。耗时长啊，比如说你这个可能就是说参数设的不合理啊，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排账的时候啊，就在这里。这个东西真烦啊，我怎么把它能整走呢？执行慢啊，就这些问题是吧？就你这个多了之后啊，比如说你的大量作业的时候，肯定会有这种耗时比较慢的这种作业啊，你怎么能够把这个耗时比较慢的作业给找到啊，给找到啊，到底为什么耗时慢是吧？把它拉下来一点，这样打下来。然后呢，耗资源大，为什么耗资源大呢？啊，我给大家画一下啊。耗资源大会有什么样的，是什么引起的啊？一般来说，比如说这是我们的 HDF 上面的一个目录啊，这个目录下面有很多文件。比如说有10万个文件，有10万个文件是吧？那么，比如说每个文件它有一个10兆，每个文件是10兆，假如说啊，每个文件10兆，那么这时候呢，如果说你的作业啊，作业呢要跑，要处理这个目录下面数据的话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麦牌数啊，并发是100个。啊，比如说我一次呢最多呢只能跑100个 MAP 任务，对吧？100个 MAP 任务，那么这时候你没有优化的情况下呢，每一个 MAP 任务只处理一个文件，只处理一个文件，只处理一个文件。那么这时候你要每一次跑100个，那要跑多少轮呢？每一轮跑100个 MAP 任务，那么跑多少轮呢？那相当于是不是1000轮呢？1000轮。
要跑一千轮啊，一千轮这个麦票任务，对吧？或者说我们每一次跑一千个，跑并发跑一千个麦票任务，那么这时候呢，它是跑一百轮，跑一百轮你才能跑完这些数据啊，才能跑完这些数据。那么呢，这时候呢，比如说我因为是处理十兆的作业嘛，啊，处理十兆的文件嘛，那么它很快就执行完了。比如说，它用两分钟就，对吧？两分钟就执行完。那么它跑一百轮的话，可能是两百，对吧？两百分钟对吧？当然，你每轮的时候呢，它要生成 JVM 啊，去大量的这种 JVM， 去十万个的这种 JVM 的这种进程。虽然说呢，它每个 map 任务呢，它处理的时间可能会比较，啊，时间可能比较短，但是呢，它起的这个轮次特别多。你会看到 CPU 的话，经常灯这样峰值，很多的峰值这样，很多的毛刺分峰值，对吧？那么你这些作业多了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毛刺，很多毛刺，很多毛刺的时候，你会发现集群的资源其实也是。负载也是挺高的，啊，也是负载很高的。那么这时候呢，其实就是说我们，你调参怎么办呢？啊，我一百，读一百个文件，啊，我一个麦克让它读一百个文件，对吧？每一个麦克读一百个文件，相当于读一个 G 的数据，差不多读一个 G 的数据吧。假如说我跑一千的话，啊，那么这时候呢？十万除一百，那么就是说一千，就剩了一千个 map 任务，对吧？这不你不就十万个文任务吗？十万个文件嘛，对吧？就是十万个文件，然后每一个 map 呢处理一百个文件，嗯，也就是每个 map 呢处理一个 G，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呢，十万个文件呢，它需要一千个 map 任务去处理，每个 map 呢处理一百个文件。就跑一轮就可以了，啊，一轮就可以了。这两百分钟呢，可能是说，哎，花了三个多小时，对吧？那么这一千个麦板呢，可能就花二十分钟就结束了。当然，它占用的 CPU， 比如说，这是最大的 CPU， 就这是零，对吧？这是零，啊，比如说这是一万核，对吧？那么在这个呢，啊，像这种呢，就是很多毛刺在里面，毛刺。那么，这个呢，就相当于这样，比较平稳。而且呢，这里呢就二十分钟就结束了。那么这里的毛刺你都会震荡啊，跑三个多小时。如果你作业很多的话，就都在震荡啊，就会比较慢，比较慢，时间啊耗时也比较长。那么所以说你从资源上来看呢，它的资源负载还是很高的啊，还是很高的。那么存储系统的稳定性啊，我看啊，说到这了是吧，数据倾斜的一个沿用。那么这里呢，是我们可以把数据倾斜的作业给抓到啊，后面我会告诉大家怎么抓到这个数据倾斜。那么这时候呢，直接导致加工的异常率过高啊，比如说作业崩溃啊，然后耗时长啊，然后耗资源大呀，或者说这个跑不动了呀，反正这个资源过高啊，就异常率过高。那么数据具备时间就是有延迟的风险，就是说发现你这个数据呢，产品要用了，但是你这个数据还没有具备，或者说你的数据具备了，但是产品加工的时候老是具备不了。而到时候也会影响生产，那么产品的交互面临着很多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大家可以看这一段话呢，就这么一句话，但是它暴露的信息特别的多，啊，这就是在一个大的集群里面面临的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又有算力的问题，也就是资源的问题，对吧？又有什么存储的问题，对吧？你存储不够用了，同时呢，又有集群稳定性的一个问题，因为你的文件数特别多。啊，同时呢还遇到了什么作业的问题，啊，基本上计算存储
资源计算存储都会遇到一些问题，当然还有什么 RPC 的一些问题啊，综合性的一些问题啊，这些问题啊，特别特别的顽固的问题，我们也是用了半年以上的时间啊，不停的不停的进行一个治理，才把它治理完的啊。那么这些问题怎么去治理呢？啊，我们这个集群治理可能在之前是。看一下啊，之前根据课时安排是8个小时，有可能延长啊，看看情况啊。那么一般来说，我们的运维人员是怎么干呢？啊，传统的运维啊，普通的运维啊，比如说普通的运维工程师啊，我们是怎么做呢？啊，第一是吧，集群资源，不够用了，你们去优化，是吧？集群资源不够用了啊，你们去做一些优化，是吧？去做一些优化。那么这个时候呢，会有几种情况啊？会有几种情况。第一，啊，开发人员的反应啊，开发人员的反应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是说我吗？开发人员的反应是说没看到啊。第一步是我没看到，他没看到，当然没有反应，对吧？当然没有反应。第二个是说，哎，是你在说我吗？啊，你在说我吗？你在群里吼了一句，资源不够用了，你们去做优化，对吧？不行，跑不动作业了，对吧？有些人根本就没看到，有些人你是说我吗？你可能不再说我，对吧？第三个是吧？你怎么证明啊我的程序有问题？你咋证明我的程序有问题？你说资源不够用了，可能资源就是不够用了，需要扩容了。你怎么能证明是程序的问题呢？可能是你运维的问题，你要扩容，对吧？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我知道我的程序有问题，但我太忙，没时间优化啊，我太忙了，对吧？那么还就是呢，我知道我的程序有问题，我就是不愿意改。我就是不愿意改，是吧？很多问题啊，我就是不愿意改啊，就是不愿意改啊，我懒，是吧？就是程序员都是有惰性的吧，都会存在这种情况。那么这时候，如果说你是一个运维人员的话啊，你如果说你是一个运维人员的话，你该咋办呢？然后高层下指令了，说你们去做优化，不扩容了，然后眼见的集群呢资源要打满，是吧？那这时候呢，如果你是一个运维人员，然后呢，这时候呢 ，CTO 啊 ，CTO 站出来，是吧？你们赶紧去做优化，大家都做优化。其实 CTO 一句话呢，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对吧？我程序没有问题，你集群就是优化了啊，你的运维需要扩容了，你是个新品机器啊。然后 CTO 说，你已经不能这个扩容了，是吧？你们去做优化啊，其实还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可能有一部分人呢，好，我们改完的程序，那么还一部分发现呢还是不行啊，效果不是很明显，效果不是很明显。或者是说呢，还有一种情况，是吧？
我知道我的，我只知道我部分程序需要优化。啊，我也优化。啊，我的任务完成了。就是说呢，哎，这个 CTO 说你们赶紧去优化，哎，好，我们各个人呢就去做优化啊，就是哎，我的程序已经优化好了，是吧？我知道我哪需要做优化，其实我也优化好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比如说很多组都做了优化，发现优化不明显，集训资源呢下降的不多啊，集训资源的负载呢下降的不多，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什么？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的加工程序，我们写多了之后，我都不知道我该优化哪里啊！我可能是哎，我知道了一部分啊，很大一部分我根本就不知道需要优化啊，是有这种情况存在的，是有这种情况。那么这时候呢，如果是你运维人员说，哎，这个老大我整不动了，那这时候老大就懵了，他除了给你施加压力，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那么就存储也是这样啊，你就集群资源啊，存储啊，作业存储啊不够用了，我们去优化，对吧？还有就是你的作业，其实就是优化你的作业，对吧？一般来说呢，就是说，哎，大概就这么几个情况啊，这么个。那么好，我们怎么办呢？面对这个数据管理啊、集群算力还有底层洞察这些问题的话，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能找到什么？我们要找到啥呀？我们要找到这个。那你放大啊。看到不了。运行里。这里啊，然后集群资源实时统计是这个集群资源实时统计是什么呀？比如说我们的集群里面有很多队列，是吧？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 CD 装了 CDH 之后，我们的是不是有很多队列啊？划分资源队列啊，你划了很多队列，对吧？你对每一个队列的资源就要进行一个采集，比如说你每分钟采集一次，你知道，首先你要知道哪个资源，你集群资源是什么样的情况。每个队列资源是什么样的情况？啊，集群的内存 CPU 啊是什么样的情况？每个队列的内存 CPU 啊是什么样的情况？啊，什么样的情况？啊，这个时候啊还可以啊可以。然后这个后面呢，我们会用关法把它展示。啊，你首先你要知道大的层面，每个队列是怎么样的情况。那么定位到这个队列之后呢，这个队列它。的一个统计趋势啊，你要保留时间呢越长越好，啊越长越好，越比如说保留一个月啊，或者说15天呀，啊保留这种看它的一个趋势，看它到底什么时候满啊，这时候呢，你的队列呢，比如说你这个队列就是给这个产品，啊那个队列就是给那个产品，啊起码从资源上要做一个比较，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队列呢是。混合在一起用，啊，两个产品在用，你这时候呢可能就有些麻烦，啊，有些麻烦。那么作业的 top 排行，top 排行是什么 top 排行呢？就是说呢，
你的耗资源的 top 是多少？啊，耗资源的前一百个任务，啊，耗资源的前一百个任务我要拿出来，是吧？耗时的前一百个任务我要拿出来。啊，我们当时做的时候呢，是说，比如说耗资源的，可能一个作业占了一百多个 T 的内存，啊，占了4到5万，甚至是6、7万个 CPU。还有呢，就是说耗时长啊，耗时长呢，就是说它这个有的时候呢，一跑跑几天这个作业，啊，跑了好几天都没跑完，啊，这些作业肯定就是不正常，对吧？我们把这些作业抓出来。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耗 CPU 啊，耗 CPU 比较大的啊，就耗内存的，对吧？耗内存、耗 CPU 这两个 top 啊。然后耗 CPU 的啊，比如说它只有它一个任务就占用了好几万个啊，把这个抓出来啊，这个我们的数据里面都能拿出来啊。还有呢，就是说呢，它数据倾斜啊，数据倾斜啊。后来呢，其实我们集群的数据倾斜并不是那么的多啊，就是后来呢，我们就不看数据倾斜了。如果说你作业特别慢的话，那么比如说你耗时特别长的话，会看一看，会看一看，是吧？然后呢，IO 啊，耗吞吐的，就是读数据量啊，你扫描的数据量特别大的那个作业啊，都能找到，把这个 top 找出来。还有呢，就是带优化的作业，虽然说你这个作业呢，它并没有在 top 里。啊，它排不上号，对吧？它排不上号，排不到100里面去。但是呢，它是其实是可以优化的一个作业。那么这部分作业是比较多的。你想想，我们一个集群每天会跑30多万个啊，差不多应该是30多万个作业，对吧？你只拿出来 top 100，那么剩下的作业它肯定是有待优化的。但是呢，它可能没挤进100啊，没挤进到100里面。但是它也需要优化，那么就是待优化的啊，就是各种 top 以及待优化的作业啊，把它找到。那么你找到这个东西之后呢，你就可以，哎，这个作业到底是谁的，对吧？是哪个队列跑的，哪个用户跑的，什么时间跑的，作业名是什么，加工的表是什么，对吧？你的表都找出来了，你作业名都找出来的啊，你是从哪个 IP 提交过来的啊，你是从哪个 IP 地址提交过来的，你提交的用户是谁，你提交哪个多队列了，然后呢你加入了哪些表啊，你读取了哪些表啊，都能抓出来。抓出来之后呢，你发现你再去依赖啊，比如说我比较懒，我不想优化，对不起啊，我要拿到这份报告给 CTO， 到时候呢啊，就不等我给 CTO， 你自己就要去优化了，因为 CTO 本来就下了这个命令。比如说你有一些证据在里面，我不会觉得啊你在说我嘛，就解决这个问题啊，还有就解决你这种懒散的问题或不愿意优化的问题啊，我不愿意改，对吧？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啊，全都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你要找到这个证据，是吧？那么作业优化的一个评估，就待优化的作业，还有冷热温啊，这是解决存储的一个问题，冷热温数据的一个定位。哎，啊，这块我们讲的稍微慢一些啊，稍微慢一些。我们课时可以延长一下，讲的稍微慢一些，因为这一块确实是我们课程的一个特色啊。其他公司、其他的培训机构，我估计你遇不到啊，遇不到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就是冷热温数据，这解决存储的一些问题啊，存储，对吧？那么存储呢，你还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对吧？但是你要拿到冷数据啊，我这里写一下啊，作业 top， 对吧？耗内存 top 100，
到 CPU。耗费电，耗时，耗费电，读写数，读数据量，耗费电。写数据量，第二个是代优化的作业。然后大家呢，如果有一天去面试的时候，我这里多讲一点啊。大家有时候去面试的时候，就可以多说一些。代优化，代优化作业是什么呀？每一个。矩阵数据小于200兆，也就是平均。写入力量表，我们当时定的是我们逐步定的，开始定的是200兆，后来定成250兆，后来变成300兆，小于300兆。代优化作业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任务，它平均读取的数据量小于200兆啊，也就是呢，平均写入的数据量小于300兆，你就是代优化的。那么这个呢，说明你会占资源比较多。那么这个呢，说明你会产生很多的小文件，好吗？多少？三，存储。小文件，小文件，啊，空文件，空文件。还有就是小于啊，小于10兆的文件比例，小于50兆的文件比例，小于100兆的文件比例，小于200兆的，小于一个 G 的，文件比例。然后就是一般来说啊，我们刚集群刚开始，小于10兆的文件和比例占到了60%，60%。经过我们优化之后呢，这里会缩小，会缩小到20%到30%。其实呢，就是呢，我们原来的文件数啊是。上亿了啊！后来我们优化到优化以后呢，优化到5000万以内了。
啊，优化到5000万，也就是优化了60%差不多，六十的当时60%。但是呢，你发现你优化到60%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小文件啊，没关系，你就不用管它了，你就不用管它了。一般到了5000万以下，我们的集群呢都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所以说呢，你不要治理的过程中呢，不要那么完美，不要完美，我一定要治理到什么样的，没有，没必要啊，没必要。然后存储。啊，这里还没有说完是吧？文件所属页数，文件所属页数，所属数据库，所属表，所属程序。然后这里最后面是所属其他目录，对吧？像这样，就说呢，你把这种小文件和或空文件，就是小文件和空文件所属的这种用户。啊，就是你不能找，你找到这个人，你找到这个小文件之后，你要找到这个小文件所属的用户是谁，还知道所属的哪个数据库啊，这是哪个数据库下面的文件，还是表上面的文件，还有甚至是分区下面的文件，或者说是呢，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数据库和表，那么它可能是其他目录的啊，其他目录的一种小文件啊，你要找到，找到之后你可以拿着这个，拿着这个列表，拿着这个列表。然后就去啊，就去找人了，对吧？那么最近呢，我们有一个集群，有一个集群，不是我们公司的集群，因为我们呢是一个，说白了，我们公司呢可以用，你可以认为是一个集团的子公司啊，就是子公司，整个集团，整个集团的数据呢，都由我们来啊来做啊，就是说我们公司呢是集团数据的统一的一个出口，比如说你这个数据要变现。要卖给，要 to B， 要卖给客户，要用用户去使用。我们公司是集团的啊，数据方面的统一的一个数，统一的一个出口啊。所以说呢，在集团层面，它也有海量的数据啊，还能，但是它这个海量的数据呢，是为内部决策去用啊，内部的一个决策，就我这个公司集团运营的怎么样啊，每块业务运营的怎么样啊，但是呢。我的数据，我们有这个数据之后呢，我们这个数据要赚钱啊，要进行一个变现啊，就是我们，就我们公司啊，所以说呢，集团呢会被，也会把大量的数据给我们，我们经过啊这种这个自己的产品加工啊，封装成产品给这个客户去，客户去用啊，所以说呢，当然，比如说像集团啊，像集团，如集团加工的数据呢，它是给内部去，我看一些指标，是吧？看一些指标。那么这时候呢，如果说，假如说，哎，我集团啊，集团一般都比较有钱，就说它可以扩容，对吧？也可以，你作业可以跑不出来啊，都没关系，没那么紧要，因为我们是给内部用的，对吧？给内部用的。但是我们作为集团的一个子公司，作为集团数据。变现啊，统一的一个出口。如果说你的数据没有及时具备的情况下，你是服务不了客户的啊，你服务不了客户，这时候呢，你就没法变现，这时候直接影响你公司的一个状况。那么集团也会盯着你，对吧？那么同时呢，你是集团的一个子公司，你并不像集团那样财大气粗，你要扩容，对吧？扩容好很多集群啊来承载。那么这时候呢？你会发现作为一个子公司，哎，你需要做一些事情啊，不能一直向集团要这个资源啊，因为集团是要考核你的啊。所以说呢，当时呢，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呢去进行一个对我们集群治理之后呢，发现呢，其实在我们集团层面也出现这种问题。
集团层面同样有这些问题，同样有这些问题。他们的作业也经常慢，存储也不够啊，资源有时候也不够。不过集团呢，就是经常扩容、扩容、扩容，是吧？那么最近呢，治理了一个集群啊，治理一个集群啊，给集团做了一个集群，它的冷目录。冷目录啊，这不是文件啊，是目录，不是冷文件，是冷目录啊。就这个目录就很久没有人访问了，大概是1100万家。啊，1100万家是这么一个。你想想它的冷目录呢就有1000多万的，也就是说没有人访问过的这种目录，就是可能是半年都没人访问过的1000万的冷目录。你想想它的冷文件会有多少，是吧？那么就是它的整个集群的它这个文件数就有多少啊，就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这个呢应该是单副本啊，大概是有10个P， 啊不，我想想，不是10个P， 大概是，哦，那是三部分啊，大概是有2到3个P， 不到三个 P 的这么一个数据量，啊，数据量，就是说呢，给集团治理那个集群呢，冷目录就有这么多，然后呢。这个每一个冷目录我们都能找到，都能精确的找到。还有就是你的单副本的冷数据啊，单副本的3个P 的意思。3个P 代表啥意思呢？比如说你每台机器是，集团的机器应该是，我记得是20个P， 你三个P 啊，你想想，有上百台机器了吧？啊，比如说你把这些冷数据清理之后，你可以解决几百台机器、上百台机器的这个存储，上百台机器的这个存储，这个我就不说了啊。半年内无访问的冷数据库，数据库目录表目录更新目录其他目录，对吧？啊，精确到目录级啊，我觉得这一个就差不多了啊，可以看一下。冷热温啊，冷热温其实呢，我们只是定位冷数据，热数据和温数据，我们没目前来看是没有去做的啊。还有就是小文件，对吧？小文件的更新定位。这个都写了，小文件啊，存储更新定位啊，存储增长，哎，对，这个存储增长，小文件增长，小文件增长。根音也能找到，然后存储增长根音啊也能找到，对吧？啊，就是谁来产生的，谁来产生的？就是说，我们先比如说这里是吧？你扩容之后呢，存储又不够用了。因为它一直在增长，
到底是谁增长的比较快，到底谁增长的比较快。那么这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有一张表，对吧，它本来要保留一个月的数据，但是你没有为这张表呢设置它的一个生命周期啊，没有为这张表设置它的一个生命周期，那么它就不会清理数据，本来保留一个月就够了，但是呢它永远都在增长，没有进行一个删除。那么这个时候啊，你需要找到谁增长的这么快，增长这么快。然后呢，我看，我准备个图，看我有没有个图啊？我啊，现在防不了那个图，我不能让你们看我们的环境啊，我也只能给你截个图啊。你们截个图，我看一下啊，我这个图，我发到群里面去啊。稍等啊，好，我把这个图截到群里面了啊，我把 QQ 打开。好，这个图啊，这个图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一个工具吧啊，告诉大家这个Kibana 啊， Kibana 我们的数据是存在 ES 里面，就是 Kibana 的一个。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是在前几天吧，就是发现的我们的存储有增长啊，存储有增长。然后呢我们存储增长的时候呢，我会发短信啊，就比如说你哪天哪些目录啊存储增长了。那么这个短信呢是一个大概的，并不能定位到具体是谁啊，具体是什么东西啊。然后所以说呢，这里呢会有一个，我们就上来去看一下这个监控。大家可以看，然后这条线啊，这条线是比较平稳，对吧啊，这条线比较平稳，那么啊比较平稳的这么一条线。那么说明了这条线呢是有数据清理的啊，有数据清理的。那么还有这些线啊，这些线呢你可以看到有一些起起伏伏，比如这个啊，这个明显是被人为清理的啊，被人为做这个清理。开始呢正好
长了，被人为进行清理，清理之后呢，它比较平稳了，说明它已经适好生命周期了，啊，就是每天都会做一些历史数据的一个清理，包括这些也是，对吧？但这条线就不正常了，这条线呢，哎，起来之后呢，从来都没被清理过啊，你可以看到这是180天，相当于半年的一个时间，对吧？你看这里呢，它基本是在6月份啊，6月份的时候起来的，也就是说呢，大概过了2个月了吧，啊，2个月了，数据呢还是这个呢，这里呢可能是这条线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但是肯定是有问题的啊，是有问题的。后来呢我们去看的时候，它确实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呢，一是它的程序啊有问题，二是呢它确实没有删除一些数据啊，导致这个情况啊，它的一些情况，这个可能是人为删除的。啊，当然还有更夸张的啊，一直都高啊，或者一直增长的很高啊，增长的很高，然后会有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下节课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优化后的一个效果图啊，这个效果图是比较明显的，然后你就能找到啊。那么这个目录呢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表级啊，你是哪个用户的，哪个数据库的，你用表的，能定位到这种表级啊，你定位到表级之后。你根据这个表，首先这个路径是谁的啊？你都知道这个表是谁的，你肯定更知道了，对吧？一般来说，我们建表谁建的，对吧？这么一个东西。好，然后数据血缘啊，数据血缘啊，数据血缘是啥意思呢？就是这个表啊。一般来说呢，这个数据血缘呢，在数据治理中呢是比较有用的啊，但是呢，它在集群治理中也是很有用的啊。怎么有用呢？举个例子，就是说呢，你可以找到半年、近三个月、近三个月、近六个月。近9个月没有参与，没有被读的表，没有被访问的表，啊，没，他没被访问过，对吧？那啥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写 SQL 语句的时候，比如说 select。Select from table 一，啊，这个是吧？那么你只要执行这个语句的话，说明这张表就被访问过，啊，就是近三个月、近六个月、近九个月，它就没有被访问过，它就没有被读过。那么这个表你要找到，说明这个表呢没有用了。都可以清理了，啊，就可能是某个产品下线的数据，它不用了。那么这时候呢，你可以清理一大块存储，啊，可能就释放很多存储在里面，对吧？还有近三个月、近六个月没被写的表，没被写。比如说呢，一般我们 have 里面什么 insert、override。table 比如说我从 table 一啊 select 查出来之后，写到这个 table 里面来啊，这张表呢，它很多天的，近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啊都没有被写的表，既没有被读，又没有被写，
被写的软件，你也没有读过，也没有被写过，对吧？然后反正就是你根据这几个维度，你就看来一下，既没有被读，也没有被写过。还有一个是啥？被访问、被写，这里写被 slag 吧，被 insert 这表，我为什么要这么写呢？是有原因的啊。然后呢，既没有被 insert， 又没有被 slag， 既没有被 slag， 又没有被。也是的，还有什么？近三个月、近六个月、近九个月没有被读过的，在数据层面没有被读过的表啊，啥意思呢？就是近三个月、近六个月、近九个月没有被 select 过的表，对吧？还有就是没有被 insert 过的表，既没有 insert 也没有 select 的表。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呢，这是在 circle 层面啊，这是在 circle 层面啊 ，circle 语句层面，对吧？还有一个表呢，比如这个表，它这个表呢，它其实是被 Spark 处理，啊，被 Spark 处理的。那么 Spark 处理的时候，它是没有 circle 语句的。但是呢，它这个表的数据又读了这种表的数据，生成了另一个一份数据，是吧？那么这里就是说，被可能我应该注这个写在那儿，注意是吧，没有被 select 或 insert 过的表啊，不代表没有被访问啊，比如表的数据被原生map reduce 访问被 spark 或 flink 访问，就是你被这些访问呢，它是没有 circle 语句的，所以说你从这里面可以，比如说他近三个月、近六个月、近九个月呢都没有被读过，对吧？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可能是被 MapReduce 还是 Spark Flink 他去读过，也有可能直接用 HDFS 命令读过，对吧？它也有可能是被 HDF 读过的，比如被 HDF 读过之后呢，哎，我写到别处去了啊，我一直在用这个数据啊，这都有可能啊。但出现这种情况呢，比如说你发现这张表呢没有被 select 过啊，但是呢它是被这些作业读过了。如果说你不想，如果说单纯根据这条做判断，你就把这个数据给删了，那这些程序报错了，就惨了啊，就惨了。那么当然这个呢是需要靠存储来解决的，这个这些问题它靠数据血缘，需要数据血缘加上存储啊，这个我就不写了，就是你要数据血缘加上存储才能定位出这些问题。好，休息五分钟吧。
原来一生还就属于天际。
好，我们继续啊。当然还有源数据变更监控，我们也可以做啊，但是呢，这个不在我们讲的范围之内啊。源数据变更监控，还有用户操作行为，这个我们是有的。源数据这个我们就不说了，我们说白了，这个是可能更偏重于数据治理啊，数据治理。啊，包括集群健康评估会给集群打个分啊，这个来说呢，其实比较抽象啊，比较抽象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啊。然后用的工具呢，就是 Kibana 啊，刚才看那个图片就是 Kibana，但还也有管法啊。好啊，这个图片我就。那怎么做呢？是吧？怎么做？我看看我讲的是啊，这个是吧？资源队列画像和 HDFS 是吧？然后我们先讲一下资源啊。资源啊，这是我们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其实就包含了各种，比如说这个资源的样的，对吧？还有作业的，还有存储的，还有审计的啊，还有审计的。然后我会告诉大家这个数据怎么抓取啊，怎么抓取。好，来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我这个程序。然后我先下一个管法啊，我好像这个测试，我这个测试环境上没有长官。我看一下。这是梦游啊，哎，我是哪台机上装的？本来说今天会把这两个讲完，我觉得够呛啊，够呛，可能得分两节课讲，给大家讲清楚。那就不下了啊，看看啊。免费的开源运行所有的操作系统，对吧？然后得到一个 cloud，那么应该就是它了啊。能被啊，啥意思啊？会和这个配对，对吧？然后应该就它了啊。Linux 对吧？那整个新版吧。
哦，我想想，Grandpa 下载的时候有个问题啊。这里下载有个小问题，官网下载有个问题。它其实这里有一个啊，这儿啊，记得是有这么个问题啊，国内下载的时候有个问题啊，需要一些比较困难，需要一些技术手段，这里提供有关的现象方面，这有镜像了啊，就从这下吧。然后应该是对。Linux，AMD，啊，因为它这里呢是没有地址给你下的，好像，Linux，这个 AMD 对吧？那是它啊。这。先让它下着啊，然后其实呢是什么问题呢？是因为它要，我记得是要有一个东西啊，不太记得了，不太记得了，反正就是下载的时候它这没有提供一个地址啊，官网上，是通过抓个包还是咋回事？我想想啊，我记得应该是抓个包，官网下载。先不管它了啊，不重要啊。好，下着吧先。然后我们先看一下样的这个监控啊。好，我们看它是怎么运行的。啊，这里是吧？启动样的啊，监控。啊，来看一下，啊，这个呢是基于 Flink 啊，基于 Flink 去写的，啊，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采集的这么一个作业，然后，然后你要装一个 Flink 啊，Flink 怎么装我们就先不讲了啊，然后就没头了啊，啊 run 是吧？杠 c 啊，杠 c 的话就是你的主类是多少，你主类是什么，然后呢？干 m 就是说基于样去运行的啊，基于样去运行，然后样有两种，就是 Flink 呢有两种运行方式，一个是 kernel 模式，一个是样模式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啊，不知道的刷个一啊，啊，知道的就不用刷了，我看大家知不知道？啊，如果不知道的话就讲一讲，如果知道就不讲。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这个呢，这个是 job manager 啊，job manager 的内存，job manager 的内存啊，说白了就是你跑 driver 的时候啊，那 job manager 的内存。然后这个呢是说它的一个，这是核数啊，这是核数，这个是并行度啊，这个是 task manager 的内存。那么这个杠 n 应该是。
刚安应该是 container 的意思，这个记不清了啊。记不清了怎么办呢？上胡林特的官网啊，存档，看最新版吧。哦，不能看最新版，最新版有一些问题，我得看一个稍微旧点的版本啊，因为我们这个版本是稍微有些老，也不老了，应该是1.9算有点老了，不过知道了这个之后，举一反三，应该都也都没问题。嗯，应该是在这儿。这儿啊，三。这儿，对吧？然后刚摁，杠 JEN 杠 YN 这是吧？那 container 啊，有多少 container 就是一样的 container 的一个数量去分配的啊，一样的 container 数量去分配的。然后呢，它等于什么？它等于 task manager 的一个数量啊 ，task manager 数量就这里啊 ，job manager 只有一个，对吧？这不用说，当然呢，就是样的 container 的数量，它跟你的 task manager 的数量是一样的。所以说呢，你这个 container 不就有一个，每个 container 的核是多少，然后每个 container 的内存是多少啊？一个 G 内存，比如说杠 YS 啊，杠 YPM 杠 YS 杠 YS 这里是吧？然后呢，每个 task manager 的 float 啊，可以说是核数吧，里面都是个核，是吧？在这里，反正你给的资源，因为呢，因为我们这是采集什么？采集样页面的啊，样页面是采集的是哪个呢？就这个，采集样页面的，这个，因为它采集数量比较小，给它一个盒够了，给一个盒够了，绝对够了，一个盒都占不了。啊，我们先讲到这个，然后呢，这是一个炸包，然后这里呢，你是这个哪个集群啊？比如说这个 ops 集群啊 ，ops 集群，然后这里是你的样的，active standby 啊，两个地址，你比如 active standby 嘛，对吧？都配上啊，都配上。然后这是 infrastdb 啊，我们存到 infrast 里面啊 ，db 里，还有你的用户密码是多少啊？然后你的数据库是啥啊？配好。然后我们采集数、采集样、采集哪些东西呢？就是在，你直接看官网啊。遇到问题看官网，先不要百度搜。比如说来看一个，哎，到哪？那个加载。哎，这么慢呢？啊，随便点一个吧。我们点一个，点一个之后呢，是在这里啊，样的，这啊 ，resource manager 啊，样 res API resource manager 啊，这里，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样的我们采集的时候采集啥东西，采集的话是这个 schedule API 调度的 API， 你看它有 metric 的 API 对吧， metric 的 API 我们来看一下吧，啊 metric 的 API 就是
你看这里是什么提交的，然后完成的、挂起的、运行的有多少，然后分配了多少盒，啊，总共多少盒，什么活跃的节点，对吧？你看这里是不是跟这里比较像？是吧？是吧？是吧？提交的、挂起的、运行的，是吧？有多少个节点？啊，比如说你这个总的节点、活跃的节点啊、丢失的节点，还有你的这个活数，对吧？总共有多少盒？分配的有多少盒？可获得的有多少盒？是不是跟这里一样啊？啊，总的内存啊，盒数，对吧？总和数啊，就一样。其实你的 metric 啊，它其实就是取的这个页面里的这个 metric， 对吧？然后这里是吧？然后还有你的这个 node 节点啊，多少，对吧？那么这个调度呢？啊，你这个调度应该是它取的是这里 scheduler 啊，这下面的一些调度系统，一些这个资源队列。所以说呢，这个 metric 呢，如果说你要采的话，就这么采。啊，你也可以去看啊，你可以去看。然后呢，比如说还有 scheduler 就调度的，那么这还有 application 啊，你可以获取某个 application 的啊。来，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 metric， 看一下这个 metric。这里啊，啊，其实就这儿，是吧？对了啊，这里啊，就其实呢，你可以显示 JSON 啊，我看怎么能把它给用 JSON 显示出来。这个访问就它返回是啊，要设置这个头啊啊，就是你通过 API 访问的时候啊，它其实就是 JSON 啊，比如说这个是吧？啊，你通过程序访问的时候，它其实就是 JSON 啊。match 把它是吧，它是不是 JSON 一句，是不是 JSON， 你通过浏览器的时候，因为浏览器的请求的跟那个 API 请求的是直接返回 JSON 啊，你就可以去解析了啊。我浏览器返回的是一个 XML 啊，这取决于就是你请求的时候设的是这个还是设的是 XML 还是设的是这个，浏览器应该它默认的是这个啊，你不管我知道什么含义就行了，对吧？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可以看一下它的 application 吧，然后再看一下调度 application 呢，它其实就是来获取你正在执行的作业。好吧，好，哎，还没出来，哎，怎么慢呢？哎，哎，网断了吗？看看啊，没断呀，因为我这还窗口还在呢。百度能不能干？哎，百度能打开呀，网是在的，有点慢啊。百度能打开。
好，出来了啊，这里，可能当时网络稍微有点卡了一下啊，就是你的正在运行中的 application，你看这里 application ID 是它，对吧？来，我们来看一眼啊，咦？这不对，这个 application 它不是中，它是完成的啊，它是完成的和运行的都给你了，然后可以看一下 running，正在运行的这里啊。啊，不对，我应该搜状态，搜这个状态。算了，我直接在这里找一个。啊，比如说直接去这个啊，啊，在这儿是吧？找到了，这里不是正在运行吗？啊，它给你返回，应该是默认是返回2万条啊，可以看一下，我看到底返回多少条。你看匹配超过了1000项是吧？它默认是返回2万个啊。当然，你也可以指定只采集运行中的，它是有参数的。它应该是有参数的，这里是吧？对吧？你可以采在什么状态的，都可以采，什么队列、什么用户，你可以采正在运行的这个作业的一个状态啊。我们是没有采这个东西，那你可以采，就是我们呢现在采这个东西。调度，调度的话，比如说我们最近的这个，我们这里啊，改一下。好啊，调度，调度的话，这里是你看，比如说 real time 啊，real time 这个啊，这里是吧，real time。它的一个队列，它的队列呢，就是说它的什么什么什么，哎，比如说最小的资源是多少啊？然后最大的资源是多少？使用的资源是多少？然后都可以从这里采过来啊，采过来。那么其实这里呢，你采的时候呢，它其实也是一个 JSON。好，schedule 了啊，这里是吧？是一个 JSON，你截这个 JSON 就可以了。那么采的时候呢，我们是用 flink 实时做一个采，做一个采。然后知道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就可以配，把这个地址给样就行了啊，就这里是吧？Ops 一，Ops 二，把 active 13.8你配在这里啊，就可以了。
然后呢，再把 InfraCD 啊 ，InfraCD import。还活着呢啊！啊 ，InfraCD 是吧？还活着呢。行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啊，这个程序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懂，我尽量呢给大家讲一讲，看不懂也没关系啊。这个程序是集群是吧？集群名字是啥啊？你跑的是哪个集群？比如说。这里叫做 class 好友 class 001吧，就是你集群传进来，传进来之后呢，你看这可以传多个集群啊，传多个集群，这个我们程序可能是支持的啊，我们这里就告诉你一个集群就可以了。不整那么复杂了啊，就是说呢，你集群是它呢 host 就这个集群它对应的是让 iTunes 呢摆出来，如果说你要指定两个集群的话，多个集群一起的话，就这样，就这样啊就可以了啊，是哪个集群是吧？我们先整一个集群就行了啊。然后呢，这是把集群传过来，你的 Flask InfraDB 的 URL、username、password 数据库都整进来。然后呢，反正就是 InfraDB 的一些参数啊，整进来。整进来之后呢，这里呢是放个行啊，这里放个行啊，这都是一些参数，不用管啊。然后这里是传进来啊，传进来，这定这个 config 啊，把什么 URL、用户名。密码数据库都传来，传来之后呢，点下来，这是我们自己啊 ，Flink 啊 ，Flink 呢，它是支持 Sync InfraDB 的啊，在这儿啊，比如说整个文档，整个新闻档。我想想啊，哦，在这里。我想一想，这是在这儿。我看看程序啊，哎，我记错了，是记错了。然后这里是我们自己的包，对，是自己的包，没问题。我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自己定义的类啊，有点，它没有官网没有直接支持 InfraDB， 不过我们可以写啊，可以写。写的话就是各种参数传进来，传进来之后呢，这里呢，看那个配置啊，然后呢。还是这些参数啊，然后呢，我看啊，丢掉，不成的事，这个
Builder 啊 ，Builder 里面呢就是有个URL 用户密码数据库是吧？然后呢，把它复制进来啊，这个 Builder 呢就去封装这些参数啊。卡住了，这个 build 呢，它封装了这些参数之后，然后就生成这个 config，生成这个 config，然后这个 config 里面它就有这些参数啊，就够了，知道这个就够了。然后呢，这个 config 呢，创建这个 base，然后 build。啊，build 的话就是说，其实呢，就是说它这里呢一系列的把参数传进来之后，啊，这里呢传进各种参数来，然后呢，build 它真正返回了一个 InfoDB config，然后这个 config 里面就包含我 InfoDB 的一个配置啊，然后我看这个 sync 的话，sync 还是什么？然后呢，这里我们自定义了一个 InfoDB sync 啊，就是说官网上它是不支持，它没有内置的 InfoDB sync 呢就是写入的意思，没有内置的这种写入。你看这里啊，这里是有写入的啊，比如说卡夫卡对吧？比如 ES 连来，就是连接 ES。啊，连接 ES，它是直接可以写 ES，啊，直接可以写 ES，啊，它内置了这个东西，这个 ES sync，对吧？sync，但是呢，InfoDB 并没有啊，并没有，所以说我们要自己写一个 sync，然后实现它的，这是 Flink 的 API 啊，你要实现 Flink 的 sync 的 API，啊，实现它之后呢，你要重写它的 open 参数啊，open 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打开一个 InfoDB Client 连接，啊，打开它，啊，打开完了之后呢，这里 invoke 啊就是写的意思啊，比如说你要向里面去写，这里 write 啊就向那 InfoDB 里面去写了，啊，这个我们就不细讲了，因为这是开发层面的东西，啊，同学们有兴趣呢可以再去研究，我们把这个程序就不太细讲了，要不就没得投了，是吧？然后这个呢是 stream exception 这个定义了一个环境啊，这个跟 Spark 的写法是一样的。首先呢，就是你首先要定一个 Flink stream 啊流式的这么一个环境啊环境。然后这个环境呢，添加一个数据源，这个数据源是啥？你添加一个数据源，对吧？数据源是什么呀？数据源就是我们这里啊，数据源就它呀，就它，我们要采集这个地址，是吧？采集这个地址，那么数据源的时候，我要从这里面去读，对吧？首先你看一下啊，我定一个环境之后，然后呢，我要添加一个数据源，就说我从哪采集我资源的，就是资源队列的一些信息。采集完了之后，我写到哪去？它是成对的啊，source 和 sync 是成对的，我从哪采啊？我写到哪去啊？就这个意思。那么当你采从哪采的时候呢？你可以自定一个 source 啊，自定一个 source。那么比如说你这个环境之后呢，你定一个 Flink Stream 环境之后呢，它可以添加一个数据源。添加一个数据源呢，就是说它其实是这里传上了一个接口叫 source function 啊，然后点进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方法，比如说运行的一些方法，然后 context 的方法，采集的这种方法。还是比较简单的这个方法，然后呢，我们就自己定一个 yum 的 metric 啊，source 进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它就继承了 rich source function。那么这个 rich source function 呢，它其实就继承了 source function，实现了 source function，对吧？source function。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当你添加一个 source 的时候，它需要你传过来的是个 source function，对吧？那么当我们实现这个自定义 source 的时候，是继承的 rich 啊，rich 这个 source function 啊，为什么要继承这个东西？等我说。那么这个 rich source function 呢，它其实是实现了它。那么所以说你传它也是可以的，这 Java 里面的面向对象，这一个多态啊。
啊，它是可以的。然后为什么要用这个 rich 呢？因为 rich 里面你可以得到这个东西啊， get write time context， 得到的一个上下文。根据这个上下文呢，你可以得到啊它更多的信息，就比如说 rich source function 里面，然后这里啊抽象的啊，这里可以看到，你可以设置 runtime context， 可以 get runtime， 就是运行时的上下文的一个信息，可以获取到它，对吧？然后呢，这里呢，这里它并没有啊，并没有 runtime context， 对吧？好，然后继承了它之后呢，就是你把这个样的 config 传进来啊，样的 config 这个是啥意思？样的 config 是啥意思？就这里，这个 config， 这个 config 啊，就这里啊，这里的话啊，这里是啥意思呢？这个里面存的是啥呢？这个里面存的是啥？存的就是这里。哎呀，这个东西老挡着我。啊，它存的是这个东西啊 ，list 里面啊，第一个元素是它啊，第二个元素是它、啊，存的是这个东西。至于代码，我就不带着大家讲，不带着大家去看了啊。反正你就知道，这样的地址已经传到了这里面来了啊。这里面是说你多长时间才一次，对吧？多长时间才一次嘞？这里有一个时间戳，是一分钟才一次啊，一分钟才一次啊。啊，60秒是吧？就一分钟才一次，然后复过来之后呢，这里取消啊，然后这就run的话就开始读我们的一个数据了、啊、首先呢，就是你要通过 this get runtime context 得到运行时的一个上下文，然后呢，通过 rc 啊运行时的上下文 runtime context 得到你的并行度啊，得到一个并行度。啊，一般来说，其实我们这个程序写的有点复杂啊，我们考虑的事情比较多，其实呢不用这么复杂啊，你直接采就行了啊。那么这里呢，它其实是做了一个分片啊，做了一个分片，因为我们的数据源里面，我去采的时候呢，我看一下分片去采，对吧？那么这时候呢，你可以得到目前有多少个任务去并行啊，多少个任务去并行。然后呢，如果说你这个并行的任务大于了 config 的 size， 然后呢，你的任务呢就执行、啊、比如说你有两个是吧，样的话可能是有两个，你就设两个就行了。然后呢，这里呢是得到的任务的一个并行任务这个索引啊，它根据一套算法进行分片、啊、这里有点复杂，我话把大家搞晕了，咱就不去看了。然后呢，重要的是在这里啊，这里 config size， 然后这里，在这里啊，这里的话就是样 util 里面 get metric 啊，进来可以看啊，这个呢就是样的配置，这个配置里面有集群是吧？有你的样的host。因为你的样的你是哪个集群，是你的样的 host 啊。啊，进来之后可以看一下 config 在这儿啊。config 呢，这里是 get class metric URL 啊，就得到了你的这个 URL， 然后这里呢是得到集群的 metric， 进来可以看 get URL 就得了 JSON 一句啊，就相当于我们在这里啊 get 它一样啊，你就得到了一个 JSON 啊，得了一个 JSON 啊，就是这个 JSON 对吧 ？JSON 呢，看看是不是空的，如果不是空的话，我就把这个 JSON 转换成一个 JSON 对象啊 ，JSON 对象，然后我得到这个 JSON 对象之后呢，我再啊得到一个它啊 class metrics， 看看啊这里有没有啊。这里没有出现，我看看啊。哦，这里看错了，是这儿啊。
啊，这里，因为它这个 metric 啊，metric 是另外一个啊，刚才我们展示的不是有两个嘛，一个 metric 啊，一个调度，我们主要看调度就行了。metric 它其实也采啊，我们主要讲调度啊，主要讲这个。这个的话传进来的，这个就样的地址得到一个 JSON，这个 JSON 呢，解析这个 JSON 得到一个 JSON 对象，然后呢看一下有没有这个 scheduler，对了。哎，这里是不是 scheduled 这个节点嘛？对吧？就 scheduled 这个节点，然后得到这个 scheduled 的节点，得到这个 scheduled 的对象之后，再得到 scheduled info，对吧？再得到这个对象，啊，这个对象，得到 get info 之后呢，这个 get info 里面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的队列的，啊，就是我们的队列，啊，就是我们队列的信息。你得到了这个 JSON 的 scheduler 的信息，然后得到这个 get 了 scheduler 信息之后的 type 啊 type 是啥呢？type 是这个啊 type 看一下啊，这 type 这个 type 怎么写成这个了？咱们直接看这个吧啊，这个的话你看这里是吧？得到了 scheduler 这个对象，然后又得到了这个 scheduler info 这个对象。这个 info 里面对象里面有个 type 啊 type 属性，这属性里面是一个公平调度啊公平调度啊，就是如有的时候你的集群呢既有公平调度，也有容量调度啊，你就可以根据这个 type 来判断你是容量调度还是公平调度啊，所以看这个。如果说你是这个，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是容量调度的话，下面它的格式是另外一套格式；如果说你是公平调度的话，就是这种格式，就是。不同的调度器，它下面的这些属性格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要通过这个 type 来判断它是容量调度还是公平调度啊，这里是吧？type 如果 type 是这个一般来说我们都不会用啊，我们这里也写了，主要是看这两个啊。如果说是容量调度的话，哎，就走这个；如果是公平调度的话，就走这个，就走这个，对吧？所以说我们。看公平调度，公平调度的话，哎，我可以得到 root queen 啊，就是集群的这个队列，这里，是吧？这个它，然后得到它之后，我们就可以，然后再封装一个 list，这个 list 是 info.db point 啊，这个类呢是这个我们写 info.db 的时候用的，要封装它啊，封装一个它，然后这里呢。哎，我们可以看这里，看这里的时候呢，这里就是 get queen name，就是得到你的队列的名称啊，在哪？这儿，对吧？它有很多子队列，你要得到这个子队列，在这里。然后得到了之后加进来啊，看看有没有子队列啊，如果有子队列的话，得到这个子队列啊，然后呢递归啊，递归在。去判断它的一个子队列，啊，这样的话，你所有的队列都加入到这个里面来了，加入到这个里面来了，啊，所有的队列都加入到这个里面，这个队列信息。那么当然，你的这个公平调度啊，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啊，这个你看，都是一样的。反正就是采嘛，采完了之后你要写，那么这里 sync 啊，这里我们自定一个 sync 啊，sync 就是说你采完了之后呢，它每分钟采一次，它就在流里面了，在流里面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写 info.db 了啊，定一个 page 啊，打开之后呢就写啊就写，写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在这里写的，是在这里写的。我可以看一下 info.db client，只要写这个 point 就啊，这它是有一些 API 的，这个我们就不细讲了。反正你知道我读在哪儿啊，写在哪儿就可以了。这个代码我都可以发给大家啊，有兴趣可以去看啊。哎，写完了之后我就是这个东西。好，我们代码讲完了是吧？讲完了之后呢，我们下节课。要把它提交上去啊，来观察一下，跑一跑啊。
然后做个管法图表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问题，什么的状态。好，行吧，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然后呢，计划是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应该没问题啊。行，好，今天就到这儿啊，同学们，再见。啊，再见，朋友们。